他们那边什么情况？谢子兄弟，之前在金三角都替谁做买卖？吕云鹏好像。一队准备行动，一队准备行动。线人没有按计划离开房间，进去之后第一时间把线人跟毒贩隔开，一定要保证线人的安全。准备好后等我命令。王老板，我要问你个问题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老鬼应该被威海抓到了吧？吕云鹏，戏演完了，该谢幕了。其实你早就知道。魏大队长，感谢警方的一路配合，老鬼算是我给你的回礼，吕博士，我就带走了。喂，按照原计划，准备见一个吗？人呢？把经理叫过来。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管我的事啊！哎，这房间有其他出口吗？有，这以前有个消防通道，都在哪儿？这酒柜后面。开开，出口从哪儿来？地下停车库。带几个人去停车场堵着。是。
我心火烈，你快速射击！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马上。地方受伤，没事。蝎子死了，蹦走周围区域，别让你打跑了。按计划行事，分头走。如果被抓住，跳下去。是。
好啊，同志们，可喜可贺吧？啊，那就给两位功臣鼓励鼓励吧。好。好了啊，也算不上功德圆满，毕竟没有抓到活蝎子嘛。哎，虽然有意外，但是你们随机应变啊，及时处理了突发状况，并且胜利完成了任务，可贺呀，同志们。不容易啊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今天晚上我请客，为大伙儿庆功。啊！海哥，一楠姐，你俩太神勇了。乔队可说了，我们至少一个集体二等功。不过这次活动我没赶上，下次再有这么酷的行动，你把我带上呗。谁说你没赶上啊？这要不是当初你激情配合，那老鬼那么快就能相信你海哥是那吕教授幕后的老大呀？你不但赶上了，而且功劳还不小呢。哎，同志们，你们是没看着啊？那当初小彤彤差点因为这事儿，那放弃自己人生理想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给大伙儿情景再现一下啊？来呀来呀！乔队，海哥，啊！哎呀！也许在坚持后品尝着失败，也许有幸福从心酸中盛开，也许平凡到无一处精彩，说不出来，你和我都沉默如海，无数挣扎陪着无数梦，多少眼泪陪着多少爱，总在结束后想起对白。有时候我喜欢爱，平静着包容澎湃，恍如醒来，仿佛离开。有时候我恐惧爱，怀抱中藏着伤害，昨日悲哀，今日无奈，奔腾如海。我曾在深夜里重生出期待，我曾有疲惫的不希望醒来，我也觉得这命运太无奈，说不出来，我和你都沉默如海，无数挣扎陪着无数梦，多少眼泪陪着多少爱，总在结束后想起对白。有时候我喜欢爱，平静着包容澎湃，恍如醒来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，仿佛离开。有时候我恐惧爱，走吧，你们去扫墓和墓园。二叔，妈妈，切了水果，正好吃。
咋了？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。牧羊，嫂子，我想跟你们说，杀害我。来来来，谢谢小队。哎呀，时间可真快啊，这一转眼，哎呀，就该道别了。对呀、啊，小江啊，名山的情况你都了解，我们这儿呢，特别希望像你这样有经验、有能力的女同志，想没想过，如果留在我们这儿？这可是你发挥能力的好舞台啊。怎么样，不勉强你，当然了，这是你个人的选择，我们会尊重。但是作为一队之长，我是诚心诚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乔队，谢谢您对我的认可，而且从我来的这段时间来说，也没少给您惹麻烦，也让你生了不少气。那生什么气呀、啊？威海这臭小子我都能容忍啊，你们都乖极了。但是乔队，滨江还有我没做完的事儿，我得回去。啊，我知道。怎么说呢，小佳，这个云飞同志的牺牲啊，我知道你一直背着一个思想包袱，但大伙都清楚，这责任不在你，啊，即便是有责任，那也轮不到你呀。强队，您放心，回了滨江以后，我也不会偷懒的，我还会做贡献。哎呀，好，那尊重你的选择。那等一下这个会，还是参加吧。这个大伙儿都等着跟你道别呢。您放心，只要我在名山一天，我就是咱们队的一员。站好，小队，站着。啊。啊。报告小队。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找我？哪敢找你啊？我就差八抬大轿来请你了。通知你多久了？这不来了吗？交接工作呢？没有，谈谈心。说正事儿啊，这次呢，虽然行动中没有活捉到蝎子，但咱们阴差阳错抓住了印堂。哎，这是条大鱼啊，楚天南的义子，楚门的高层。所以我相信，如果从他嘴里撬出的线索，一定比蝎子还要重要。所以呢，也听听你们意见。看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？说。说呀。啊，行。印塔肯定比蝎子知道的多。嗯。但是要撬开印塔的口啊，要比蝎子难。
而且你别忘了啊，我们现在是怀疑印塔杀了蝎子，没有证据啊，最多关他30天。你想30天之内让他开口，难。嗯，你就这么没有信心？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嘛，到时候30天之内他不开口，你不找我麻烦？他经常这样。那吕云飞快递单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这个暂时还没有。吕老师留下一串数字，跟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对不上。我们尝试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，但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。推三阻四的，那这个案子就别办了。不办？谁说不办了？这不想辙呢吗？我们想什么辙呀？我不管啊，就给你3天时间，必须给我想出个办法来。这是任务。行。走了啊，走。行，继续说吧。来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，啊，走吧。哎，你说咱俩这重逢才多久啊？你就要走了，什么时候走？等梅姐那边收拾完吧，收拾完就走了。哎，晚上有空吗？咱俩一起吃个饭。蝎子的报告我还没写完呢。熊妹，江队长的报告由你写了啊。又是我写啊？少废话，让你写就写啊。啊，行了行了。他也不会写啊，我把自己拦住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晚上我妈要去趟梅姐那边。跟林云鹏一起吗？嗯。一楠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你跟他……梅姐，找上文娜了。刑警队的兄弟在确认被害人身份以后，就通知了我们。会不会是印塔干的？就怕不是。宋梦，跟紧这个。好，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认识照片上这个女人吗？不认识。真的不认识？她是谁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她是蝎子的女人，你说跟你有关系吗？蝎子是谁啊？
我不知道啊。行，给他带去。是又臭又硬啊！别着急啊，跟他生气你就上当了。这我知道，咱不是毕竟没有抓住他直接杀人的犯罪证据吗？他两个同伙还在逃，咱最多也就再拘留他30天。这孙子又是一外籍人士，他律师要真来，咱还真不好弄了。那也要他能挨得了才行。家人也要死。喂，云鹏。没打扰你休息吧？没事儿，我正在写报告呢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就是有点睡不着。有心事儿啊？一楠，你能给我讲讲楚天南？云鹏，你还在听吗？
我在听。一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楚天南一天不倒，孟瑶他们就一天不能排除危险？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海哥说了，只要你们在名山待一天，我们就要担负起保护吕云飞烈士家属的重要责任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快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蝎子也已经死了。那可不行，蝎子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保不齐还有其他杀手。就拿这蝎子来说，这么狠的一个人，都让人给干掉了。蝎子不是被你们警察击毙的吗？不是啊，蝎子是让印塔杀死的。对啊，印塔呀。印塔？嗯。234332，我知道了。啊。哎，你再说一遍。对对对。2342。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？我问你，蝎子不是你们杀的，是一个叫印塔的人干的，对吗？谁跟你说的？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您没问我。印塔这个人是楚天南派来的杀手，对吗？对。我还不能离开名山。哎，吕云鹏，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你不是报仇就走的吗？他们能派人过来杀蝎子，也一样可以再派人过来杀李梅和孟瑶。你留这儿，他们就没事了吗？我们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小峰出事那天，蝎子翻过我的实验室。但你快递单件不给我了吗？可他们并不知道啊。那你想让我怎么的？啊？现在打电话给楚天南，告诉他快递单在我这儿吗？魏海，你不至于这么笨吧？你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吗？哎，走走走，我跟你说，杀蝎子那个印塔已经落网了。抓一个算什么呀？我问你，你敢保证楚门不会再派杀手来吗？能保证吗？不能。这是又没招了是吗？啊？坐坐坐下。楚天南现在在闽川警察手里，他被抓了，算是吧。闽方警察想要起诉他，但证据不足，双方就耗着，给他吃好喝好供起来。那你想想，凭楚天南一贯的谨慎作风，我相信耗再久，他们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起诉的。反倒是你大哥了，做了卧底这么多年，我相信他多少也有点楚天南的把柄，只是很可惜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情报藏在哪里。我给你们的快递单破译出来了吗？还没。哎，还有那个印塔，他是在楚门属于高层，我相信只要撬开他的嘴，能多多少少得到一些重要信息，但是很可惜，什么也不说。我们现在虽然怀疑他杀了蝎子，但没证据，最多30天，我们有点把他放了。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是你问的。魏海，你想求我帮忙直说，行吗？来求我，求我。你别不要脸了，
林鹏，我实话跟你说啊，你大多数时候令人讨厌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跟你合作我还算挺愉快。我谢谢你。我问你，你们跟印塔有没有过接触？废话，审了不知道多少回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印塔关在哪儿？看守所啊。鬼哥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鬼哥是不是跟他关一块儿？也是看守所，但不是同一个地方。没关系，鬼哥的背景是楚门。